他脸真长，好好看。我也想到。罗老师，教官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嘉行星乐的王艺景，我带来的歌曲是《喜欢你》。教官们，啊，教练，教官，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。军训的这是啊，对不起，我再说一次。教练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嘉行星乐的王艺景，我带来的歌曲是《喜欢你》。 喜欢你，那微笑的眼睛，恋人哦，也当作唇印。哇，好甜啊！好甜啊！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，把我的心。 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们都以为他那个歌就是展现不了他的优势，没想到他唱完之后，所有人都很喜欢。 那肯定是开心的，队友代表着自己命运的感觉。说实话，我从录到现在为止，这是我就是醒了，不是醒了，就是看完了以后，你知道有那种心里有点感觉的那种，就是嘣嘣嘣那种，嘣嘣嘣。对，确实是唱的非常好，然后个人风格特别强，歌选的也非常，就是跟你气质很相符。谢谢小叶，王一斌，希林娜一高。 教练们好，我是希林娜一高，我给大家唱的是王艺景的《喜欢你》。这首歌很甜，就是对我可能，是一种挑战，因为我要去进入一种状态。你不能这样唱，你要再笑，就笑着那种唱。 你要想象着一个你很喜欢的人，然后你甜甜的、温柔的，我喜欢他那种女生哦，我心动了那种，不然觉得我是个甜妹子呢。加油！喜。 再多唱一分钟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，真的，我差点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好，我就好希望这一分钟到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希望它停。看，你看我眼睛。哦，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啊。下一位。好甜。哇。希林。 他给我很大的惊喜，他哑哑的那种小哑嗓，配上这首歌，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奇特的一种化学反应。下一位，陈卓璇。各位教练好，我是陈卓璇，我要唱的是上一轮王艺景唱的《喜欢你》。双标，我比较了。
好看了，这首歌确实很讨喜。你说第一首听跟上个音色肯定不一样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我喜欢这样跟着你。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撞歌，我觉得就是有别的选手我想过可能会跟我撞，但是没想到是他，就他那个音色我特别喜欢，而且唱的时候就很有自己的那个味道和风格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雨落也看作春泥。我喜欢这样看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这个是不可否认，大家都是那种高手。陈卓璇，他是我内心的那种心里的那种声音，好听的声音。我真的被震撼到了，太强了，这一届的姐姐们妹妹们。谢谢。这个歌是不是谁唱谁好听啊？怎么这么好听？承诺言语，我最后那几个字唱的哦。谢谢。难分高低，没法选，有点难选了这会儿。王老师，你什么感想？唱那个喜欢你的两位选手，就是我对西林娜依高比较印象比较深刻，像黄老师都听哭了。我在你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个你自己的个性，就跟王艺瑾不太一样呢，是你有一种小女孩很倔强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就让这首歌变得特别感人，你中间有一些小停顿，所以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。当然陈卓璇也唱得非常好，但是如果是两个对比来说的话，当然第一个听到的话会印象更深刻一些。谢谢。对，西林娜依高的时候一张嘴的时候你们所有人，而且你知道他有着一个地方沙哑的一个转换下来的那一瞬间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。那首歌原曲这个段就有那个段子的处理吗？是没有那个段子处理的。哦，那就是真苦啊！谢谢教练。大家既然这么喜欢你这首歌，我想听毛老师唱一小段行吗？我想听毛老师版本的《喜欢你》。这歌我还真会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感觉我的耳朵在按摩。果然第一名啊，好棒。嗯，傅老师要不要来一段？来一段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来亲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也从头来一遍啊。
一人唱一遍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。什么玩意儿我唱还行，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。然后我们的比赛继续。